八月五号，他在民视录了一个新节目，是瓜哥的节目，叫《最强综艺秀》。艾辰在当中秀了一段精彩绝伦的舞蹈跟唱歌，这是他最后的绝响。艾辰生前最后的舞台曾在24日的追思会上曝光，而完整画面则在27日节目开播之际放送给全国观众。节目播出后，收视称霸各阶层第一，其中最高收视4.03，正是落在艾辰唱《狂野之城》的时候，吸引了将近85万人收看。艾辰最后一次舞台，仿佛站上世界舞台一般热烈，让人相当感慨。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。So we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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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，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。在节目中，艾辰也表演了《对你爱不完》这首歌，而这首歌对他来说其实意义非凡。他第一次受到台湾观众注意，就是因为在《超级偶像》第一季担任踢馆选手时唱了这首歌，也因为这次的突出的表现，让他成为第二季的参赛者，并且顺利的拿下冠军，可以说是他开启台湾演艺路的契机。胸中藏着一把火，身中烈士不好活，把微笑弄得死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。